蔡老板。哎呦喂，初夏，你怎么刚来呀？等你半天了。不好意思。啊，赶紧进去吧。不是，蔡老板，我问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从这后门进去？前门人家要请柬，你有吗？就是啊，你呀、啊，过程不重要，主要是你工作最重要，对吧？参加的是宴会。初夏，你怎么穿这身衣裳来了？这宴会你懂吗？那宴会大了去了，这身衣裳。可这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件衣服。好，好，好，幸亏我给你预备好了，知道吗？赶紧走。怎么样，初夏，这就是宴会的 VIP 设备。你还是 VIP？ 当然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就是我给你借那个晚礼服，漂亮吧？漂亮。可是，崔老板，这白色的太容易脏了。你不小心点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是我给你找的两位化妆师。你好。你好。不用化妆了，不用这么麻烦，真不用啊。怎么可能啊，你这灰头土脸的，你这工作怎么办呀、啊、你这打扮得漂亮了，你不工作也到手了吗、你就好好享受这一切。哎呀，谁让我欠你一回呢。哎，对了、啊、那个我那手机没电了，把手机借我试试。啊，哎哎哎，好，就这么着啊，盯着啊。谢谢老板。喂喂，泰迪啊，沈总，咱们两个很久没见了，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？啊？现在？对啊，正好沈氏新口味的咖啡要投放市场试水了，你来帮我出出主意。啊，但我今天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改天再说吧。啊，好吧，那好吧。哎，再见。你好，李先生。我看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晚上来之前会给你们打电话。好的。红酒要先请好。啊，还有，乐队的音乐不要太闹的，要抒情的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晚上的时候麻烦你把餐厅的菜单收起来，我的这位朋友看到价格可能会影响视力。你放心，我们保证一切都会让你女朋友满意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简直太美了。我穿成这样出去参加宴会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夸张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一定会成为全场的焦点。谢谢。对了，崔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哦，崔老板说让我带您现在去找他。你们现在都用这种东西联系啊？哎呦，好像很灵气哦。崔老板马上就到，你在这里稍等一下。哎，就是这里吗？对。初夏，爸，你怎么过来了？
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当然要在。走。去哪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还真骗了你第二回。哎，这怎么能叫骗呢？小沈讲，这叫惊喜。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妈是要结婚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到这儿才知道苏乔要结婚的，而且给她打电话又打不通。我也是。初夏是不是要给咱们一个惊喜啊？哎，大家稍等片刻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初夏怎么跑了？从后门进来，还换什么礼服？沈安，你竟然搞出这么多事情来，你疯了吧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配合你？就凭三个字，叶教授。不对不对，昨晚我妈还不愿意见这个叔叔呢，今天就跟他结婚了，这事肯定有蹊跷。去啊！哎呀，你不用去了，你妈肯定会回来。她要不回来，阿姨陪你一块去找。啊！我觉得孟晓说的对，孟初夏不像是这种人。哎，会不会给他设套啊？你反应真慢，孟初夏这么一看就知道是被骗来的呀。不过设局的人敢把局设这么大，肯定有信心孟初夏乖乖就范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站在骗子那一波啊？谁愿意去孟初夏，我就跟谁站。嘘，叶教授，你真的找到了吗？迄今为止，你看到过，有什么事我办不到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没有审案的话，你能不能找到叶教授？那个手术一定需要叶教授吗？如果我跑了，现场这么多亲戚朋友，我爸妈会不会尴尬？你这是威胁。我只是想帮助我以后的妻子完成愿望而已，何况这只是一个结婚仪式。从法律上来说，孟初夏还是单身，得与失之间你自己衡量。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，即便你离开，我也会帮着伯父伯母应付剩下的局面，绝对不会让他们难堪的。走或者留，都由你决定。诸位贵宾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刚才新娘看到来了这么多客人，太过紧张，不知如何面对，所以才离场。
现在我要宣布。结婚典礼继续进行。沈安，我就当陪你演一出大戏。餐厅那边是忙好了吗？是啊，没想到表白的工程这么复杂，我觉得比做网站还难。哎，今天新闻部的人怎么这么忙？发生什么大事？今天是沈氏集团沈总的婚礼啊，之前完全保密，一点风声都没有透出来，结果今天突然就举行了。现在媒体部啊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不对啊，李总，您不是和沈总是好朋友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去啊？新娘是谁？好像是姓孟。沈岸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你对面的孟初夏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健康或疾病，富裕或贫穷，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爱她，对她忠诚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好，请问孟初夏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对面的？哎，行了，我愿意。啊，我愿意。你这个新娘还真不矜持。我只是想快点结束。好，那现在有请二位新人互换结婚戒指。首先，有请新郎为新娘佩戴戒指。有请新娘为新郎送上一生不变的承诺。谁能想到孟初夏这辈子竟然能戴上这么大的钻戒？加油，我上厕所。哎，这种理由就想骗过我，不准去。不是，我真的得问问我妈怎么回事。给我。哎呀，还能怎么回事？这都交换戒指了。你呀，就好好的等着认新爸爸吧。哎呀，幸福！将你们带有戒指的手向来宾展示吧。现在该结束了吧？还有最后一个环节。新郎，你现在应该拥抱并亲吻你的新娘了。